穷人丑1米59，名花美主越来越扯头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美呀，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。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，雾邀请楚月参加他的生日聚会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下楚月。在这周的周六，雾想约楚月一起去科技中心玩，但是楚月的妈妈却拒绝了，说是两个小孩子不能单独出去玩。雾大声地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楚月出门。楚月妈妈稀奇地问了问楚月的意见，楚月缓缓地点了点头。他妈妈见楚月没有听他的话，十分生气，这脾气上来也不在乎边上还有没有外人了，抬手就给了楚月一巴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雾的妈妈出现阻拦了楚月妈妈的手，使事情出现了转机。雾和楚月在周六如约地到了科技中心玩，雾忽然想起来18年前的这一天，他是自己来科技中心的，他也遇到了楚月，难道他是在重复同样的时间吗？雾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难道楚月还是要按照原有的时间线遇害吗？一直想要改变未来，但却依旧是在重复着同一时间线。这时和雾关系很好的几个同学也来了，这让雾又重新拾起了信心。因为18年前的这一天并没有这几位朋友，所以故事也并没有按照时间线完全的重复。时间到了3月1号，楚月受害的日子。在他生日前一天，楚月之所以被凶手盯上，主要是因为他总是自己一个人，有了他之后，楚月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放学后，雾把楚月送回家之后，大声地喊了一句，我明天还来接你。他是为了让楚月妈妈或者跟踪楚月的某个人听见楚月是有人陪着的。他甚至在深夜的12点偷偷的起来，到楚月家的门外等待3月1日的结束。果然这一天平安的度过了。第二天，雾的生日这一天，他依旧早早的去接楚月，放学的时候和楚月一起去买零食，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几个朋友已经在家里了，而且蛋糕也是2个。因为雾和楚月是同一天生日，楚月忽然哭了起来，他给雾准备了生日礼物，但是还没有做完。雾表示以后再送给他就行了。他送了楚月一双手套作为礼物，雾很开心，他认为他改变了历史，紧绷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雾火急火燎地赶去学校，但是楚月却没有来上学。放学后，雾赶紧跑去了楚月的家，家里却没有人。他又去了那个当初楚月躲起来的那个储物间，储物间里没人，但是周围却有一圈男人长筒胶鞋的脚印，是谁来了楚月的家里呢？在学校，班主任说楚月因为家庭原因被送到了祖母家里，但是雾肯定是不相信这个理由。班主任找到了雾，告诉他楚月确实是失踪了，但是希望他先不要告诉同学们。而在楚月失踪后，又有另外一所学校的女学生也失踪了。果然雾并没有改变什么。这一天，雾放学经过楚月家，正好看见楚月的妈妈扔出来的垃圾袋，垃圾里面还有一双没有织完的手套，那是楚月打算送给雾的生日礼物。雾像发疯一样的转身就跑开了。画面一转，雾又回到了现代，又回到了母亲案发的现场。他逃开了，并没有被警察抓到。他没有去处，便来到了桥下。他想到妈妈的包和手机都不见了，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。最后还是他工作的快餐店老板收留了他。但是此时电视中正在报道此次的案件，原来店长早就知道了，还报了警。雾只好翻墙逃跑，遇见了和他一起在快餐店打工的高中生艾黎。艾黎把他带回了家。艾黎拿出了前一阵子雾落在店里的书，里面写的正是楚月的那起案子。3月3日那天，楚月死了。雾睁大了眼睛，原来未来确实被改变了。那么他再回去一次，是不是就可以救下楚月了呢？第二天，艾黎下班的时候，店长正在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谈话。艾黎打包了一份披萨回家，店长却偷偷地跟着来到了艾黎的家门外，发现了雾确实在艾黎家。正要报警，身后伸出了一只手拿走了手机，身后的人正是艾黎。艾黎没有想到店长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开始明明还告诉艾黎要他帮助雾，而他却在背后偷偷的报警。这一下雾也不能住在艾黎家了。回到家的艾黎手机收到了来自雾妈妈的短信，上面写着，我是雾，你在那里别动。但是聪明的艾黎一下就察觉出了这是凶手发过来的，但是还没有等反应过来，一阵浓烟从门下飘进来，果然有人盯上了艾黎。雾回到艾黎家门口，看见了滚滚浓烟，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，救下了艾黎。艾黎在迷迷糊糊中把手机放进了雾的口袋里。这时店长也冲了进来，店长让雾从后门走。雾走后拿出了艾黎的手机，艾黎是为了不让警察以为是他放的火才把手机给了他，不然他就坐实了杀人放火。第二天，雾联系了妈妈原来的记者同事泽田，泽田很相信雾，换句话说应该是很相信他的妈妈不会教出那样的儿子。原来他妈妈在察觉到不对之后，首先给泽田打了个电话，说之前的凶手可能不是白鸟。泽田也和雾说起了当年那桩诱拐案。就在18年前雾生日3月2日的那天晚上，
楚月遭到了她妈妈和妈妈男友的暴打，被关进了储物间。可怜的楚月就这样被冻死了。在2号晚上10点到11点这段时间里，楚月从储物间失踪了。警察怀疑楚月母亲和男友把楚月的尸体藏起来了，但是储物间周围的长筒胶鞋脚印把线索都指向了白鸟，最后白鸟入狱。但是一直到现在，雾还是坚持这件事并不是白鸟做的。经过泽田的点拨，雾仿佛是想通了这一点，他现在的处境和白鸟差不多，都是当了凶手的替罪羊。这时候艾莉从医院跑了出来，给雾打了电话，约了雾在老地方见面。雾先到了那座桥下，他本以为艾莉不会来了。过了很久，艾莉终于拖着受伤的腿跑来了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警察也跟着艾莉悄悄地过来了。艾莉泪流满面，她答应过雾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，没想到引来了警察。而雾感觉自己早晚会因为重映而和艾莉突然中断联系。雾对艾莉说，我当然相信你，也正是因为有你相信我，我才能继续战斗。雾被警察带走了，但是他在雨中隐约地看见了一个撑伞的人，那双红色的眼睛和他回家在楼梯上遇到的人的眼睛一模一样，难道他就是杀害母亲的真凶吗？雾又是否还会穿越回18年前呢？预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走过路过，给小美点个关注和收藏吧，爱你们哟。